怎么念啊？这个名字？P Sharp 新闻实验室。Sharp 是什么意思 ？Sharp 的意思就是它在五线谱里面表示升一个音符。升一个音符的意思就是提升现有的新闻的编采的这个水准，透过数位的方式去提升大家对于新闻的关注。像跟资讯工程也有点关系哦。对，在资讯工程里面，一开始有一个 C 语言，接下来呢就有一个 C 加加语言，后来呢就有一个 C 加加再加加语言，因为加加加加实在是太难念了，他们就把后面的加加跟前面的加加变成上下这样一放，就变成了一个井号，所以呢那时候叫做 C sharp。后来呢我们在写函数式程式语言又有一个 F sharp， 所以 P sharp 也是这样子的想法，就是不但要加加还要再加加。哦，那有些人在脸书上面也常看到这个东西，在脸书上它又是干嘛的、啊、它叫做 hashtag， 这个时候呢这个字就念 hash。Hash 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事情，可能之前彼此我们不认识，但是因为我们关注同一件事情，好比像说 Hashtag Taiwan Can Help， 大家只要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就可以把所有关心台湾外交的朋友，即使我们不认识彼此，我们透过关注一样的事情，我们透过事情就可以认识人，透过人再认识新的事情，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就不需要事前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一定只能关注哪几个新闻频道，而是对我们关心的社会事件，可以透过这些社会事件来凝聚彼此的注意力。那公司做这件事情到底对大家好不好？当然我觉得视网整合全面的新闻转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昨天半夜才追完最后第十集的我们与恶的距离，那我看到未来的样子，未来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所有人在做新媒体的时候是带着一个 intention， 带着一个 purpose， 不是只是为了追求点击追求流量，而是透过这些新的方式让大家不只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话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倾听。那